就砰喵一声就跌倒在地上。医生又帮我照了 X 光，是说我的两个膝盖已经没有油了，而且又磨到发炎。医生又开了止痛药给我，可是我一不吃的话，它又痛得很厉害，站不起来了，要扶来扶去才能站起来了，即使坐了要上来也很难啊，那种感觉。关于你们这个产品，我认识因为我的女儿她买了两盒给我，我吃了三四天就觉得我的脚很好了，吃了差不多两个多月吧，我觉得我的关节好像没有痛了嘞，很奇怪嘞，不像以前我吃其他止痛药哦，一停它就会痛，看电视机坐久了站起来也很有力哦，最重要是说吃了它也没有副作用，我会继续再吃下去当做保健。